Hello， 我是李乔叔叔，这是李乔叔叔自学吉他关键字三十集的第二十七集。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常常被问：第一个，为什么喜欢布鲁斯？第二个，为什么喜欢乱改编？第三个，为什么都不好好唱歌？呵呵，那我这里有一个文字版，已经把这三题都回答出来了。需要刚刚那个文字版呢，就私信喊我一声，我发给你啊。然后我还做了一个视频的列表，里面有150个视频和布鲁斯相关的啊，那我就这个不在这里把它翻完了，里面有教学、有演出，然后也有一些参考。其实网上有更多这样的资料啊，都是免费的，不过你也可以找我要那个列表。好，这一集就这样，拜拜。